我哋基督徒相信咧，每个人都系罪人，唔论你系咩嘅性倾向，我哋都需要咧悔改更新，需要耶稣嘅救恩。我哋唔应该睇同性恋嘅罪咧，比其他嘅罪更加严重。呢个唔系圣经嘅立场，呢个亦都唔系耶稣嘅睇法。耶稣好爱世上每一个人，佢希望我哋咧得着佢嘅恩典。我哋生命里面咧，常常都有好多嘅挣扎。或者的挑戰，是特別呢，在生活行為上面我們會很容易有偏差。不論你是異性戀或者同性戀的人，我們都需要呢靠著神的恩典去拒絕一些不合宜的行為，或者例如呢性衝動等等。耶穌很想我們呢經歷祂的豐盛，我們的生命就可以不再一樣。教會亦都應該用愛和接納去關懷所有不同的人。我哋呢一份嘅真愛同行嘅牧養約章，整個目標就係要推動教會咁樣嚟到去實踐。